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转我们轮盘了啊。好，我是阿弟 Atticus， 欢迎收看我们很高贵频道。由于上一集的挑战影片的 result 还不错，所以我们打算拍多一集。还没有看我们上一集挑战的朋友呢，可以点进上面去看一下。OK， 所以这一次的挑战呢，会有稍微一点不一样。我们把这个挑战升级了，因为我们的团队没有钱了，所以他就想一个办法，就是来轮流的抽签。所以要怎样抽签呢？我们就在网上下载了这个 APP。这个 APP 呢，我们就在里面输入了三家快餐的 drive through， 就是 KFC、麦当劳还有星巴克。而且我们都在每家快餐店旁边都注明了谁来付钱，所以我现在来示范给大家看到底这个 APP 是怎样运用的。来，我给你们看一下。所以我当按下开始的时候，那个轮盘就会开始旋转。所以现在那边啊，所以现在那个轮盘呢显示就是麦当劳，就是我们的早餐，然后是由 Atticus 来付钱，但是这个只是个示范，所以等下我跟弟都会玩一次，就看谁来付钱，跟我们到底我们早餐吃些什么。 OK， 对，现在我们要正式来抽签，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早上吃什么。早餐吃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谁来付钱，所以我们现在来抽签。啊，所以呢， yes， 结果显示是由我来付钱的，所以我们早餐先会去吃 KFC 啦。所以我们先去打包我们的早餐。不用付。由于呢，现在我的钱包不够钱，所以啊，弟先带我去 bank 按钱先。但是我相信早餐应该是不会贵到那里去的啦，那种午餐啊、Starbucks 啊，贵贵的就留给弟就好了。不会中文啦，一定中你的。那我也要按钱啊。怎么你去按边边先咯？拿多一点啦！拿三百多千算了，几三百块吧，三百千你还给我？哎，有一辆车，没有啊 ？B N W， 哈哈 ，B N W 还有我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然后我们前面的一辆车是一个 B M W 来的 ，Oh my God！所以我有口福啊，希望他交多一点，因为我不用出钱。来啊，对啊，你会讲讲吗？你会讲讲吗？早餐没有人吃这样重口味 ，OK？ Hello， 现在拿 order 巴朗雅格雷达的班杜 order。Hello。Yes， 哪位大夫？tadi itu格雷达雅的班杜 order apa kami order sama？ Exactly sama。Sama。Yeah， dia order apa kami food order。Nak order dia sama juga, sekejap saya kata dulu. Okay, thank you. Oh, 道歉。几付钱就是压力啊，跟你讲。这样给我讲给钱。下车。berapa？ 15.7 OK。少。15块钱。少啊！你说你要害我中多多啊？啊，我们早餐才花15块钱罢了，前面这两边对我太好了，拍他一下，拍他一下。No， 感恩的，爱你哦。Thank you。来了，我们的早餐。我觉得是鸡肉来了，因为是看不到有任何 burger 的痕迹，所以我们现在去找一个地方开箱。所以我们在那边吃啊。对啊，我们就直接下 KFC 吃哦。OK。早餐就有了吃一餐免费了，希望大家顺顺利利啊！今天不用花钱是最好的啊！你要担心一下，你要担心一下，午餐难讲是你的，好吧？我不要听，哎，不要搞笑了啦！快点开给我。好，早餐给你喂奉献，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开箱看一下我们早餐到底得到什么啦。所以我们现在早餐呢是出发得到了一杯水，它是有薯条的耶，还有一个。burger， 汉堡，还有一片炸鸡，所以它的 burger 呢，也是一样是炸鸡的 burger， 所以我们15块钱来讲还算是蛮能接受的价钱，因为得到了四样的东西，要喂饱两个人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不是我吧，妹？啊？什么？我给钱的啦，一半是我的啦，一半是我吃的。给你一个，给你吃这个。我吃炸鸡，你吃这个，这有菜给你，是我的。OK， 所以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吃我们的早餐。肚子很饿，吃些了啊？行行啊，那来吧，现在不会中午。
免费的就是好吃，吃完了，谢谢你啊 ，Lucas。不客气。所以等下我要去剪头发，午餐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过后再拍午餐的啦。早就要剪头发好啦，剪什么寸头？哎，我们丢地去剪头发，丢了没？不然丢你，看过变帅回来，跟你讲，我们 channel 没有什么内涵啊，靠他的帅吧。哇，我们的彭于晏回来了。Hello， 彭于晏回来了啊？爹妈 ，OK， 现在是怎样？对，现在去买 lunch 吗？老规矩，抽签。来 ，Starbuck 阿弟，噔噔。结果显示是 McDonald's， 阿迪哥，这就是我。Let's go， 我又有人脸被缠。当天啊，头发是不是故意针对我？看我丑啊，每一场要给我买单嘛、啊。看你有钱，不是看你丑。还有主角光环啊，天生帅就是不一样啊。你有钱吗？有，就是我也没有钱啊。给你有钱啊！最好给他叫多一点，我很饿。这是午餐的，人家一定是哦，这很多的嘛。不用请啦，请我吃几次？哎呦，晚餐你请哦。不要抽签啊，晚餐也是抽签。对，我现在停这先，因为前面好像没有车。有，车来了。有。Isuzu， 这什么车我不知道。来，跟着走，跟在后面走。哇，不是很多钱吗？好的啊，不够钱你就要帮我贴了。Can I help you？ 现在拿 order， 巴朗养的半 Greta do order。You go。Yes。You don't close the panel window。Okay，thank you。阅读服输。老爸。啊 ？Traffic。Oh， traffic。Okay。Drop。很合理的价格。Thank you。Thank you。我们还得到了一个附赠的玩具，所以它应该就是12块的一个 Happy Meal。Thank you。还有 ice cream 哎 ，Happy Meal 是 ice cream 噻。No。就我们再去前面等他的。哇，丹娜，我要花钱给你都不能啊。跟 Happy Meal 罢了啊，请你吃啊！你看，不要讲我不够朋友啊！我老喂，整 brother 就这种，12块，那是对你好一点，你当个玩具啦。OK，Thank you。还是买的，还没看到过。哇 ，Happy Meal， 开心哦！我们已经到了那个 McDonald 里面，所以准备让他开给我吃这个东西。我们不敢讲话太大声，因为现在毕竟是公众场合嘛，而且那边 McDonald 还有人在开会，所以我们就尽量保持我们的声音低一点啊。对，现在我们来看看里面它的 Happy Meal 是什么东西呀、啊？来，我来开啊，一定啊，我出钱了嘛哦。我吃了，我负责吃。哎，所以它里面一样也是有一份薯条，还有4块那个，对，见过了。对，我们总共12块钱呢，是得到一个薯条那个，雪糕，还有一杯汽水。今天我们的这个午餐还算是非常经济和便宜啦，美味的一餐哦。用了你一点点钱，你就这样子开心哦，这餐，幸好没有给我中多多钱哦。现在马上要把吃这个免费的午餐。无聊嘞你，大来是我这样的东西，这么有道德公民的呢，我们这个一定会拿去丢掉啦，因为照顾环境，你我有责。正义感哦，你恶心。啊，等下见。耶！所以现在呢，时间不知不觉已经来到7:27了，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第三次的抽签。对，我又有免费东西吃了。你就想啊，来，所以我们现在话不多说，直接抽签。来，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转我们轮盘啊 ，Ready Go。Yes！ Yes！ 一整天我没有出钱，不要跟我讲话，不要跟我讲话，谢谢老爸，不要录了，我们直接马上去啊 ，Let's go。今天吃完餐，我又不用出钱，又有好喝的东西喝。想啊，你看啊，Boss download 什么 APP， 三餐中我哦，什么道理哦？希望他们买多一点啊！来哟、哦，来哟、哦，
不是，小薇讲奥迪，奥迪，你写这个便宜的车啦，直接过啊，有奥迪，哇操，拍一下，拍一下，拍一下，看，哇，最好是五六杯这样，给他一次破产，我不要嘞，给他破产，给他破产，我这个还要转账的嘞，来了来了，到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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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到我这个，来来来来。Saya nak order kereta yang depan tu order punya barang sama exactly sama. Sama? Ya, yeah, sama. Sama macam dia? Ya, yeah, sama. Alright, betul. Thank you. 多少钱？多少钱？我很紧张。16 minimum. Oh. 是啥？啊，是16块吧？啊，16块啊。Thank you.哇，吓死我啊！讲真的，来啊来啊、oh. 来啊来啊，走 ，Thank you。哦，白兴奋耶！我的心都要掉出来了，我跟你讲刚才，哦、oh. ，不可以这样啊！哎，鲜了，又是一杯的东西。哎，平时拜神佛就是不一样啊，三餐都没有超过50块吧？来，看那是什么？其实呢，阿弟他私底下是一个咖啡师来的，所以我这次要考验他一下，到底这个咖啡是什么咖啡，所以先给阿弟看一看一下。OK， 来，出来了 ，Hazelnut Latte，Hazelnut Latte 啊，所以我先拿我们的那个 receipt 出来对看一下，到底阿弟讲对还是错？它是 Caramel Macchiato Espresso Shot， 对啊，是对啊呗？不对，那错，这个咖啡师。所以我们今天很高鬼子，别人乱乱点，我们乱乱吃，2.0完成，耶！不用出钱。所以我们今天的总花费是43.95令吉，真的不用出钱，这也没有花到他很多钱先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如果你们下一个影片有什么想看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种。奇奇怪怪的吃啊，还是点食物的方法，也是可以在下面跟我们讲。如果你们喜欢我们今天这个影片，也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拜拜。